少吧。对啊，对，一大一堆，大一大一呀。再来看看我爱打好吗？来，等龟先看到了，我把娃娃放一个了。要撕掉啊，不用撕啊。那个是什么？不知道什么颜色。这个叫小香蕉吗？边走，按着边了。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快闲话了，哦，安尼闲话了，哎哎。暗时，然后咱们再进去了。我那暗就走啊。暗就走啊。我上来就等你好，安尼安尼点酒嘞。风景太安详。我那个啦。材质的关系，所以总给人家是硬的啊，冰冷的。但是呢，其实透过一个艺术家的巧思哈，也可以让坚硬冰冷的这样的东西哈，它产生生命。那有了生命，就有灵魂。那有了灵魂，就能够散发出一种，不管是人性的或艺术的光芒。所以，一个艺术家或者我们在从事文化，就是如何让，腐朽的、让冰冷无形的东西呢，把人文的精神、把艺术的思考哈、创作加进去，那么让它产生不同的意涵。那这样子，特别是在这种后工业的社会，在这种很资本化的都市里面呢，我们更需要在从这边去开拓，或者是寻回我们人影心处人啊人类这个心灵深处的那么最淳朴的那一面。我那个啦，啊，进，买二合一还是三合一？买三合一。哥，快点！
quite like the idea. So usually they are just used in the economy to ship different goods to different places of the world. So why not? I mean, they're quite an important object in our world today. So of course it makes sense to use them in an art installation. And they're quite convenient as well. So you can do quite a lot of things with them, as you can see all over here. So it absolutely makes sense to use them as an art object.对话这件作品，它其实在呈现一个，就是一个相互沟通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借由货柜的形式，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意涵，
就是说货柜它本身的功能，它其实是串联不同空间的一个概念这样子。那虽然它是作为一个承载的一个物件，但是它所代表的意涵同样是在形成一个沟通的一个环节。所以我在这件作品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其实延续了我第一届跟第二届的货柜艺术所要探讨的一个主题，就货柜这个主题来说。那这一次介入了一个就是有一点像这一次的主题同游的意涵在里面，所以我把这个概念就是说同样借由沟通这样的方式，对话的方式去呈现在整个货柜的柜内。还有一些琐碎的灯啦，然后把手啦，还有琐碎，不过今天晚上一定要给它完成。大哥，你这干么位？这凹凸的窗位有点。窗位啊。哎，这个本身哦，它本身烂板哦，它就不是很平，所以要硬笔的话比较不好硬笔。嗯。对，它不是平，不是平面的嘛。嗯。所以它这个要硬笔就比较不好硬笔。那你们之前是都帮人家画看板的吗？对对对。嗯、是帮看画看板的。上面接跟下面大腿跟这个接的那个地方啊，后面看有一条有办法补一块扁铁在那边嘛，把它焊起来，不过是这个蛮高的，很难度。跟你讲，哎，那个结构都没问题。OK， 那就这样子，那就给他这样子，看起来会，那个结构都没问题。那就这样子。这个这一种方式才是最正确的。OK， 对，看起来是。其实这一次的货柜艺术节的主题是同游 G-box。那我的作品主要的想法是从我儿时的卡通跟玩具呢概念来的，譬如说我们小时候，最夯的卡通呢就是铁金刚，无敌铁金刚。那大家最普遍拥有的玩具呢就是火柴盒、小汽车。那我想由这两个元素呢来构成这件作品，我觉得是最能够引起一般人共鸣的。那铁金刚通常在小朋友的眼里呢，它是正义的象征。那火柴盒小汽车其实它没有任何色彩，但是会在某些时候呢被小孩子赋予一种就是假想敌的概念。那当小朋友在玩乐的同时呢，他会把无敌铁金刚是好人，然后呢跟处罚坏人，然后中间呢会有一些行为产生，那个部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那所以呢在这个作品可爱的背后，它有另外一个比较深层的意义，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心理层面的部分，是这样。